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竟然蹭公司电脑打游戏。我越来越不懂裴总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老板？包旭啊，你忘记了你做游戏的初衷吗？谁能拒绝这样的绝世好老板呢？这么多钱怎么才能花出去啊？这么一算钱还不够了。秦总，不好了，天虎要把海上游艇的整组员工全部挖走啊。你说什么？